南方人一点点小的北方震撼，哈尔滨的爆红到底带来了什么？1月12号，抖音发布2023冰雪大数据，哈尔滨作为2024年的首个顶流城市，多个下雪的北方城市也因此受益。有证券机构推断，14000亿元的大市场即将起飞。实际上，入冬以来，冰雪经济便在不断升温。一方面得益于南方人对银装素裹雪景天生就有着无限的痴迷与向往，另一方面则是哈尔滨的热情直爽带动了南方人的好奇心，滑雪、温泉、冬季游泳，各种花活往外掏，一天一个新花样，让本地人陌生，让南方人沉沦。但是比起远在天边的哈尔滨，也有人倾向就近选择性价比更高的附近城市，因此各地旅游酒店股快速拉升。这股力量除了带动黑吉辽三省接连异动以外，甚至让西安旅游、曲江文旅都双双涨停。抖音报告显示，北京包揽了4个抖音最火雪场，而冬天的威海与青岛则是成了冬泳冰钓爱好者的心头好。冰雪加新兴产品带动了2024年市场新风口，只能说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，雪季短暂，且玩且珍惜。